可以啊。要听什么歌曲呢？我想那首《心爱的你在想我》，那首歌你唱吗？哦，亲爱的你在想我吗？哦，这首会会唱吗？会唱。那就给我们唱一首这首歌，我觉得这首歌很有家乡的感觉。好，想想远方的他了是吗？对。好，行行行，那我就点一首歌是吧？对。好，好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不知你睡了吗？多想打一个电话，问问你的想法。你的每一句傻瓜，让我心乱如麻。我多想要陪着你看夕阳和晚霞。亲爱的，你在想我吗？给我你的回答，别再让我一个人浪迹在天涯。亲爱的，你在想我吗？说说你心里话，你是否和我一样也想要有个家？喂，唱得好，一个好听，太好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声。谢谢。刘老师满意吗？十元一首就好了。给啊，给就给完了嘛。给就给完，还有啊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给我走家。走家。给就给完了嘛。唱的没有了，人家唱的歌好听，给就给完了。